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然后今天给兄弟们看一下，有钱在游戏里面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然后珍宝阁的话，这边是一个珍宝阁神豪涛的一个天科的一个五开的一个团队，然后的话对面是一个正残的一个团队啊，我们来看一下，129级应该差距没有这么大了。这边的话酸神魔酸宁波开局的话就是一把翻江倒海配合神明的一群秒吧，应该129级差距没有这么大才对啊，因为129级不需要无级别啊，对不对？129级你带个130减1不就挺强的吗？这个比赛才四回合，这边秒针一把小克，我们来看一下好吧。一般来说129级就不需要那些什么150的无级别啊，一般150的是无级别，其实说心里话你属性跟130的那种好的那种减一相比的话，其实说我觉得也没有差太多。OK， 神明的话秒1000多，就对面这个血线已经7788差不多了。OK， 看一下这边宝宝猛不猛，宝宝合击把对面的话物理系，对面的话是一个花果山女巴木双风系的一个阵容，跟175打实战差不多。就从阵容上面来说的话，对面也好像也对吧，看出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弱鸡啊。对面的话没有接罗汉，选择接了一把金漆，这边的话给宝宝拉金刚，金刚拉满。 OK， 金漆配合罗汉应该能顶得住，应该就输不了了。酸风系啊对吧，酸风系女娃圈翻圈对吧，有罗汉顶住法系伤害应该没有问题的，看一下能不能顶住物理系伤害。就这一波金刚的宝宝拍过去，感觉这个兄弟要翘啊。OK， 有罗汉的话落了潇潇，有法宁还行对吧，单独拎出来来看数据比较差，不过有法年一回合群秒的话能秒个1600-1700就差不多了。 OK， 宝宝拍对面的一个一速，女儿圈倒地触发四血就直接四血追击再砍一刀，那美了，女儿圈一倒地 OK 平砍一刀，再触发一刀银中鸟，再触发一刀四血追击，砍一刀再触发一刀四血，再砍一刀，我操这宝宝我靠都会飞机。 OK， 宝宝又死了，再触发四血，再砍一刀，宝宝又死了，再触发四血。 OK， 没有触发了。哎，这个宝宝到底是妈宁中鸟还是四血追击啊，我靠都看不懂，我靠这宝宝都会飞机，你说这四个公宝宝对吧，压对面翻村，压对面女娃村，谁能起来啊对吧，对面女巴木一个幻魔都没招出来，我靠比赛就没了。我看这一把宝宝应该是压的对面的一个这个对吧，喜羊羊加一应该是压的他。我们来到底看一下四血狙击，应该是人死完之后，就是东西死完之后的话会额外增加一个攻击吧。鸣钟鸟的话就可能多打一下，是这个意思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妈的秒没了，我靠一刀 OK， 一刀出血触发四血狙击 OK， 再一刀再死了，再触发一下四血狙击。哎，看不懂，太高端了，兄弟们看不懂，太高端了看不懂了。对面女娃村归宿拉女娃村，女娃村没有选择偷酒慈寒，大哥为什么不偷酒慈啊，我靠一速女娃要慈啊，把慈寒把这边光宝都清掉说不定有机会啊。这边直接换虚拟不用嘻嘻哈哈，虚拟的话有高感知就是一把硬件对不对，虚拟有高感啊就是一把硬件。OK， 这边戳两刀一把群秒，女娃村拉起来得有磁啊，我靠这一把多好的机会，一把磁弹起来四个对不对。 OK， 没有机会，四回合搞定兄弟们。 OK， 既然这么暴力的话，我们两把比赛一起来看。这把是一个也是一个涛哥的一个神豪级的五开的129的一个群雄比赛，对面的话普陀翻寸双翻寸的加神木的一个阵容，神木加花果，这边的话反正就是对吧，随便你什么阵容哥，这边就是四攻好吧。四攻的话这边是有一把极限大克，鸟阵的极限大克还行，伤害没有那么高了。
对吧？如果说天真的七千大克就不好说了，反正秒针七千大克也就加个10%嘛，对面直接第一波按繁育了，我靠，第一波直接按繁育，这边应该是两个神明灵，两个花果山翻江倒海加两个神明灵的血量，看一下宝宝。宝宝讲道理的话，如果以我多年的经验，宝宝应该会拍这个人。为什么会拍这个人呢？炮哥跟兄弟们分析一下，这两个人同时都是空气通，这边的一样的卡片，但是占繁育的明显繁育要高一些，应该要拍这个侧翼位的。OK， 宝宝拍的是对面的一个队长，哎，拍队长也没毛病啊，毕竟的话，只有对面队长请宝宝请的要稍微快一些。就拍完队长，下一回合，我靠，这你就对吧，完全能够暴露出来，这个兄弟把防御非常低，两刀之后触发一个力劈化身套，下一回合化身，我跟你说，我可以赌上我的身家性命，我靠，下一回合化身拉金刚，宝宝必定要敲这个底，我靠，这宝宝，你看一刀、两刀，再触发凝中鸟三刀。就这个宝宝没有死，再死了之后，这个宝宝一死的话，再触发一个嗜血追击，再触发一个剑丹四番套，他妈全没了。OK， 这样的话直接换兄弟，一速化身直接换兄弟，宝宝应该要拍他了，大哥，你别死了呀，哥，对面拉一把烽火，我靠，真的没了。我跟你说，你们不要觉得对面菜啊，我跟你说，129级团队有个简易就可以了，你就能看得出来对面对不对，对吧，锦衣青花瓷，你说没点东西可能吗，对不对，毕竟一套青花瓷也不便宜啊，对不对，青花瓷也不行啊，青花瓷啊也三回合就没了，我靠，哎，有钱还是牛逼，都是你花生。就对面这兄弟，尤其像对面这个法系兄弟，从头反击到尾还没出过手，我靠，真的，对吧？三个青花瓷吧，加这边这个四个青花瓷，看似比较好看，中看不中用。OK， 三回合，我操！